毒啊。OK， 怎么样？这首吗？还是要另外一首？都可以，来，把舞台交给你，来，掌声给他。有感受到现场过万人的那个叫喊声吗？哈喽大家好久不见了，我是阿信。哈喽大家好，我是怪兽高兴哥。OK， 也是这个谢幕，跟大家谢幕大麻将，他们打得非常开心。会是在几月几号几点开票呢？哎，我们的单位呢非常贴心，特别准备了这个手套。OK， 好，让两位可以保护着这个手，因为要担心呢他们的这个皮肤敏感，对不对 ？OK， 好，我们以涂鸦的方式，大家可以准备你们的相机，然后呢就可以拍一下，待会到底是几月几号几点拍照 ，post 在你们的 Facebook 或是微博上面，让其他朋友都可以知道说到底是几号。来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就让阿信来好好的喷一下。最美的色彩都可以吗？那个时候这个。加冕仪式，衬托那尊爵。1月20号。1月20号。这个喷漆是我们阿信的专业。来，2013年1月20号。对，那真的很感谢，就是说马西亚跟我们台企的五月天，然后很努力的来支持五月天啊，我真的非常非常感谢，很期待2号跟3号的演唱会，然后五月天会用超过100分的力量来准备，然后改变，希望可以给大家度过一个很棒的夜晚。阿信，为了感谢大家，那这次有2场演唱会都要安排一些不一样的曲目，所以即使是连续2天参加的朋友，应该两天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惊喜可以听到，希望大家喜欢。